你有加过班，应该都会有一样的，跟他一样的心情。有，是他非常可爱，反映了当下年轻人以及上班一族的内心情况。就是虽然嘴上是抱怨的状态，但是依旧可以非常活泼生动的一种形式展现出来。做班的话大概五年之后是什么样子你可以想象到，但如果你从事这一行，所有东西都是未知的，然后你可以努力去做，让自己不要后悔。